阿藤阿谭肯定饿了好几天了，快让他们吃点好吃的，收拾收拾。这间院子平常没人，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就留下来。杨有了，安排一下。是。谢谢。从小一块玩到大的，谢什么谢？天色不早了，快休息吧。起来，快起来！十九娘，如今家主没了，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有我呢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不会饿着你们。但是我需要你们帮我一个忙。十九娘，这么晚了，你苏哲见过白教书，这苏慕哲是同玉小娘一起来的。你是郑家人？回白教书的话，我并非是郑家人，而是我们姐妹做的柿饼得到了玉小娘的青睐，今日才能来这百草精舍见识见识。这玉小娘
可不是个好相与的人。你有何本事得他青睐啊？白教授，你看，我们姐妹二人做的饰品，与扬州的饰品大有不同。听闻白教授的琵琶闻名遐迩，可这琼花会上，其他歌姬的琵琶也毫不逊色。若是白教书带上这副罗甸护甲树檀琵琶，一定会在琼花会上一绝风华。这罗甸通常用在妆奁或大宗木器上，你却反其道而行，用在这小小的护甲上，手工精湛，心思也强。所以白教书的意思，白教书若想夺得花魁，我真狼阁愿倾尽全力相助。真狼阁，莫非取代崔家的就是郎君你？正是。不过想凭十片护甲便要糊弄我们扬州花魁，未免有些太天真了。这是我真狼阁的见面礼，不成敬意。白教书，还请白教书给个答复。苏娘子，罗甸虽好，但终抵不过真狼阁之力，抱歉了。奉茶，燕郎，请坐。不必了，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，赢下琼花会。当然，我真狼阁珠宝，任你挑选。多谢郎君厚爱。燕郎，百鸟定然竭力而为，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这百草庆社乃是我喜爱之地，不知燕郎可否？可以，我定会照拂百草庆社，毕竟他是你嫡亲弟弟所开的。燕郎，怎么样了？那不然我们去找找其他的，我看方才有很多可无尽呢。云晓，你记不记得他们方才说还了？还了？人就是短视，一套珠宝就给自己卖了。这玉小娘什么态度你也看见了，她是不可能转投我们百草镜社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薛丽娘比你差多少？玉小娘走不投，咱走周五郎啊。有点意思啊，苏慕遮，为了拦我命都不要了。苏慕遮有一事要求五郎君，还望五郎君。什么？
不等琼花会，让我拭目以待了。求人要有求人的姿态，这样，你跪下吧。还望五郎君帮忙。说说吧。跪下求我何事？五郎君想必也听说了，燕子京要捧百鸟为花魁，而我想帮环郎，可环郎的后路被燕子京全给断了，如今走投无路，还是要来求五郎君了。谁不知道，我郑家捧的是薛丽娘。我为何要帮你与家里对峙？其一，百鸟若当了花魁，郑浪哥乘势而起，对郑家来讲是一大威胁，与你、与我、与郑家百害无一利。这其二，郑家是郑家，五郎君还是你自己，五郎君要如何保证郑家的未来就会有你的一番天地？早做谋算也是保险之举。若此事五郎君愿意答应，苏慕哲愿意为五郎君经营私产以作报答。还请五郎君成全。聪明人都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。茶太烫了。记住了，以后要乖乖听话。急不可耐，想要一睹今夜歌妓的芳容。现在我宣布，琼花盛会正式开启。你们谁干的？
叔，你的裙子，你的裙子怎么碎成这样了？这个怎么办啊？薛妹妹，我的衣裙也被人毁了。我跟阿紫一直在这儿，动都未动一下。那妹妹可否打开琵琶，让我们看看？白教授，此琵琶是我们今日的宝物，实在是不方便打开。你们不打开，就是你们心里有鬼。樱桃，谁敢？好你个坏了，平日里看不出来，没想到你如此恶毒。我的舞鞋和白阿紫的衣裙都被毁了，凭什么就你的完好无损？那又如何？你们不曾看管好自己的东西，与我何干？就是你损毁了薛娘子的舞鞋和我们白教书的舞衣，好歹多的心思。玄机，我们没看管好，我看有什么看管。薛丽娘，你这是何意？关妹妹，薛妹妹不要冲动，没有证据的事情待到琼花会结束后再说，不要失了大家的颜面。玄机，不要随意指摘，不过衣裙而已，我们不是也有备着的？那我现在如何？你没有备着的衣裙，不要着急，我这儿还有一套。玄机，白教书，我们的衣裙和鞋，薛娘子不一定合身呀。这我属实没有想到。你们毁了别人的东西，还有理了？我们这就举发他们。薛丽娘，环郎有心，多备了几双舞鞋，若你不嫌弃的话，倒是能借与你。云霄，去将舞鞋拿来。有鞋了，环妹妹怎会背着这么多鞋子？自然是防着有人使坏。这人这场子，坏人自是多，多背一些也是有备无患的。今日真是多亏了苏妹妹，还是你细心。白教书，我们该更衣了。好。可是没有注意的，多谢。那我们的琵琶怎么办？